见过李敖没有？我见过李敖大师。你为什么要叫他大师？因为我个人还蛮崇拜他，我跟我姐都很崇拜他，我们很欣赏。就是您不是才二十出头吗？对啊，可是我觉得他就是很有学问，然后好像全世界没有人可以吵得过他。有没有花钱买过李敖的书？什么？你有没有花钱买过李敖书啊？奇怪，真的昨天练的有点。康熙来今天来的这位大师是李敖先生，好，我们欢迎李敖。欢迎李敖大师。李敖大师好。过去，靠他坐一下。李敖大师你好，我们见过第二次面了。过去坐一下。我一直很喜欢你。谢谢你。不要做客套的言语，来坐在这里，好，坐在扶手。这样好吗，李敖大师？没有，你们不好来。还抢我，还来就直接说。李敖大师最近身体状况还 OK 吧？OK， 你看 OK 样子吗？因为聊，但是因为你好像才刚开完刀嘛，这样来上节目可以吗？会不会？为了你，当然可以。哎呦，嘴真甜。那这个是镜头对不对？你可以拍自己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镜头就对着自己。对。那我们这样把它拿在手上哈，顾总统，你手要按中间哦。你拿远一点，然后我们三个可以合照，我们三个来合照，要拍到我们。小 S 拍你比较，就小 S 跟你好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不拍啊？你们俩先拍，你教副总统按哪一个？好，不要动了，我拍喽。按喽。像你那么美，在这里。来喽，拍喽。拍下去了 ，OK。OK。好，这样就拍到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我们有一张。你不觉得好丑吗？徐熙娣在旁边做鬼脸，副总统第一张自拍照，对不对？哎、对啊，真不好看。很漂亮啊！刚进立法院的第一届的时候，我第一任做立法委员的时候会，那时候往往被别人一击啊，就好生气哦。怎么办？那就很想揍他。那时候你没有出过手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对，但是我会很想揍他。你不是跆拳道高手吗？对，所以我只会说，我会告诉他，就说我会打你。就这样讲啊？对对对，所以你曾经约人家去决斗过？我就公开讲啊，我说我要找王金平做裁判，然后王金平帮我说，我要跟他来一场自由搏击，然后所以你会打什么样的招式？很多招式啦。你跆拳什么时候开始练的？我很小就开始练。你可以示范几招给我们看吗？在这不好吧？你那么老，你可以回旋踢，不会跌倒，不会伤到你自己吧？不会，应该不会吧？有还好吗？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我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，有没有打到你？抱歉，恭喜你被救援。你看起来就是很难控制自己的样子。大家好，马市长，你知道徐熙娣现在身上有点那个不方便，所以她很喜欢坐下。OK， 哎、欸，你不用，没有市长一定你要先坐、哦、要我坐这儿是，没有你要坐这边。对啊，我的椅子嘞？你不是叫我把椅子撤掉了吗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怎么会这么坏心眼？真的吗？那你现在怎么办？你要坐哎、欸？奇怪，没有地方坐着。好，没关系，我让你坐。你还演一下？好了，市长，这张其实是我一年半前设计的。哎，他今天穿牛仔裤，对，好年轻啊，市长。啊，我啊，不怎么年轻。你为什么看起来很害怕？不是，因为很多人提醒我了。提醒你什么时候我会怎么样吗？没有，就是说要有一些心理上要有准备啊什么的。你手要放多久啊？你没有，我就想说市长，因为你贵为市长，如果像我们那么一般热情的民众这样摸你啊什么，你会很抗拒吗？还是说会影响你的形象吗？我不会抗拒，可是我会做无奈的表情。可是会不会影响你的形象？还好哎。真的，那就好。我们让他们父女站在一起看一下吧。来，两位首长。木兰，你们像不像？现在就看得出来，她的漂亮都是我的功劳。你是真的叫什么叫？真的蛮，你不要蛮像，还要叫？你看，我不要蛮像，都是你的功，很像，眼睛很像。我回来像妈妈了，妈妈也像妈妈，但也像你。你一家有两个女明星耶，你娶了一个，然后生了一个耶。不敢讲啦，怎么了？这个是我心中的明星啦。所以你是假借学术之名，其实还是很迷恋女明星那种光环。不会，我在结婚的时候还没有任何学术的成就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就是一个路人。Daddy， 我自己会决定了，这回我有把握。我说好，你决定，我就走掉了。第二天我又去了，兄弟，你决定要念哪一个系啊？爸爸不管你哦，
但是最好啊、又来了，哎说爸爸我会决定了，我就走掉。所以你是个牛津的博士，你做这个建议真的很可怕，就所有的爸妈都会讲的，就是学个一技之长，然后可以活下去，免得被个男人骗。就这么回事啊！所以你以为当律师就不会被男人骗吗？对啊，读过牛津的人想法也是跟一般的传统不一样。书都念到哪去了？你是有点看不起牛津。那你忍住进来干嘛？讲笑话，其实大家知道我当过两个县的县长。对。那其实最能比较台湾有很多习惯都不太一样，比如台北结婚嫁女儿是请订婚酒，南部屏东是请回门宴。接着结婚第二天才回来，那屏东女孩子出嫁到北部来，那回门宴第二天姐妹她坐一桌嘛，就问说哎、啊、北部跟南部有什么不同啊，那女生不晓得怎么讲，就被别扭扭供啊供啊，结果那女生才说从小到大我们睡觉枕头放头下，那一到台北她先生一直叫她把枕头不要放头下，要放屁股下面。很好笑，有没有要消音的地方？没有消音啊，很健康的黄色笑话，很干净哦。所以人家讲说讲笑话常常就是比较粗啦。嗯，那其实那时候我们在大学上课，那常常老师讲课讲完了，考试也完了，轻松一点啊。老师讲笑话讲笑话，老师说不行啊，讲笑话都是比较粗哈，黄色笑话。女生说没有关系啊，老师粗没有关系，不要太长，太长受不了。哎、欸，他为什么会一下站起来，一下太粗太长，在干嘛、啊？其实你的娱乐生活你觉得蛮单纯的，是不是？应该是这样而已，其他也没有什么嗜好。有没有赌钱？赌钱，少年时代会了啊，现在啊、喔、就转换跑道以后就。可是你最近不是叫大家下赌注，那是赌陈水扁吗？那是连战为了拉抬声势。乱喊说他要让陈水扁60万，那有这个大好机会都稳你啊，稳你啊，硬刮你个胆胆，那这就是赌啊！啊，对呀、啊，就是这样，激动到脸都涨红了。玻璃喝康的啊，那个啊那个。敢问您啊，平常在家都穿什么型的内裤？这样被抓了吗？这样被抓？我在家在外面都一样的内裤。我知道是不是四角的 ？Boxer， 对 ，Boxer， 嗯，会比较高腰一点吗？拉到比较高腰？蛮高的。啊，一定是个女孩子嘛，哈。完蛋了，我有一题不能问。这一题已经破功了。对啊，你可以再问了，没关系。嗯，一定要女生。哎，外国人可不可以？最好是不要，这我讲好。华人，华人是没问题。离过婚的可不可以？接下来把我问到，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问我比较恰当？我不想问。对啊，我们战哥的意见。我要问战士老师，是 Look at me， 是我要结婚了，没有人在乎你的事。好，那战哥，如果今天像我这样的一个女生要当你们家媳妇，你会可以接受吗？哎呦，我们那是真是三生有幸。高攀不到。哎呀！我们停止录影，我要让他们去喝咖啡。先把电话留给我。所以那时候那个连胜文比较胖的时候，那个战哥有没有劝他说要减肥什么的？通常人家父母亲，比如说出国的时候，都会说你小心一点啊，什么你要小心，你要这个健康，保重健康。我出国，我爸妈只跟我讲说你少吃一点。